穷野路也没有异议，啊，没有异议，那决定照案通过。台铁公司化历经二十年，27号终于在立法院三读通过《国营台湾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设置条例》，把台湾铁路管理局转型为台铁公司，并由政府作价投资、赠与补助等方式提供公司营业所需资产。而台铁的1484亿的债务，则由交通部设立基金承接。在台铁公司董事会下，将设置安全管理委员会，负责审查行车安全。那铁路局要公司化，国民党团充分支持，但是有三个前提：第一个，保障劳工的工作权；另外要取得劳工的认同；第二个，行车安全要有完整的配套，并落实执行；第三点，铁路局庞大的土地需留在公司化的公司里面。而台铁公司设置条例将以营运安全为关键核心，在董事会下设立安全委员会，并订定年度安全计划以确实执行。然而，由太鲁阁号事故罹难家属成立的太鲁阁的眼泪，虽然肯认台铁透过公司化表达改革决心，但他们认为第五条中的安全管理委员会虽利益良善，但却漏洞百出。今天三读的条文已经通过在董事会下面设立台铁公司安全管理委员会，这一点也是台湾民众党一直坚持的一个态度，说明安全管理委员会的成员必须要有外部的学者、劳工代表以及公正人士等等。在立院的党团协商时，许多委员认为家属外行，所以反对我们加入安全管理委员会。我们想跟委员说，家属虽然不是最懂交通运输的人，但我们会是最认真以及最在乎的人。台铁三年内接连发生两起重大事故，安全管理饱受质疑。27号，立法院也三读通过铁路法修正草案，为了强化铁路安全监测，明定交通部为主管机关，铁路监督管理由铁道局办理，也加重入侵跨越轨道处罚，最高可处新台币50万元罚锾。原视新闻尹亮、丁陆婉，立法院采访报道。